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传天书深情如烟，撤地书是条好汉，传山书铁壁神拳，传江书身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西夏和武艺流传在民间。雪儿，包大人，民女要为哥哥伸冤。我哥是圣手书生张宏祖，我嫂嫂被耶律梦龙抢走，说是圣上降旨和亲。皇上降旨和亲，大人，这分明是耶律梦龙仗势欺人，强迫成亲。这耶律梦龙居然用这等手段强迫秦小姐，真是令人发指。大人，求求你救冰姬！快起来！大人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起来吧。如今圣旨已下，皇上御笔册封他为郡主，和亲契丹。此案已成定局，开封府岂能抗旨？大人，求你向圣上禀告实情，或许所谓君无戏言，就连皇上自己也不会推翻圣旨。冰姬，这不是要眼睁睁看着他们推入火坑吗？本府无力回天，实在惭愧。大人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求他了，什么包青天嘛！放肆，不得无礼。包大人胆小怕事，雪儿为什么要有礼？大人一向不畏强权，斩驸马，杀王爷，杀庞玉，人人敬佩，怎么可以说包大人胆小怕事？那耶律梦龙呢？大人敢碰他一根汗毛吗？知道他利用卑鄙手段强迫冰姬姐姐成亲，可是却不施援手，难道不是惧怕饶过气焰吗？放肆！大人恕罪，小妹年少无知，语出无状，回去之后定当重罚。小妹，快跟我回去。站住！大人，叫什么名字？小妹叫张雪儿。雪儿，本府自掌开封府以来，所受攻击无日无止，所安罪名五花八门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敢说本府胆小怕事。大人，小孩子口无遮拦，求大人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雪儿，敢当着本府面责骂本府的，你是头一人，你才真是胆大包天。雪儿，还不赶快请罪。雪儿无罪。我们是开封百姓，大人是父母官，你如此顶撞大人，好比儿女顶撞父母一样，还不赶快请罪。雪儿，你有何话说？大人既是父母官，冰姬姐姐就有如您的女儿啊。如今辽国王爷仗势欺人，
利用卑鄙手段强娶您的女儿，您这父母官居然束手无策，你岂不是愧为人父？雪儿，不得无礼。好，好一个愧为人父！雪儿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本府凭借这里乌纱不要，也要为你找回一个兵器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包大人诚信耿直，向于信也。你若能救得冰姬姐姐，雪儿就向您父。负荆请罪，傻孩子。对对对，负荆请罪，雪儿向您负荆请罪。哟，回来了，这才对嘛。做不成卓文君，就乖乖的回来做王昭君吧。你好好的收拾收拾，预备当王妃喽。哎，我告诉你吧，辽帝无太子，一旦驾崩，耶律孟龙便会继位，你就是皇后娘娘了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是我的机会。还是你的机会，是我们的机会。你那么想，我把它让给你。圣旨已下，你不想嫁也得嫁。骂了包大人，老吹牛了。不信你去问哥。哎呀，少爷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里，连晚饭也不出来吃，跟掉了魂似的。哎呀，我哪敢去打搅他？哼，哥哥他真是有什么忧天？杞人忧天。啊，对啊对啊，杞人忧天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哦，包大人呐，他亲口告诉我说。他有办法救冰姬姐姐，哥哥他还发什么愁嘛？你真见了包大人呢？真的吗？要不要我发誓啊？不敢不敢，老奴怎么敢让小姐您发誓呢？菩萨保佑，保佑青小姐平安归来。哎，大叔啊，赶快去做准备啊！准备什么？帮我哥办喜事啊！啊！大人终于可以一偿心愿了。哦，本府有何心愿呢？撮合一对如花美眷，让有情人皆成眷属。先生何以说这是本府的心愿？众人皆以为大人逞凶除恶，一身杀气，其实大人宅心仁厚，最大的心愿乃是行善与教化，移风而易俗。先生深得吾心。那张宏祖与冰姬一对璧人，本府十分欣赏，其人见他们劳燕分飞。嗯，无奈圣旨已下，此事恐不易为。先生有何高见？大人可以前往王丞相府疏通一下。那展护卫一直没有消息吗？回禀大人，最近江湖上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组织，为首一人称为鬼王，展护卫已经混入该组织，无法分身。这是多事之秋啊。韦文斗，有请鬼王。封他为鬼王。
三日之后，宋氏各骑马队出发，你们扮成侍从，混入辽宫，辽帝势必主持婚礼，各位立刻下手，刺杀辽帝，为大宋立下奇功。各位，这箱珠宝价值连城，只换辽帝一颗人头。下。深夜来访，莫非又和大案发生了？丞相，包拯乃是向丞相贺喜而来。啊，这喜从何来？丞相居中牵线，促成我朝与辽国和亲，岂不可喜可贺？哈哈哈！原来是此事，的确是一大喜事啊。边疆烽火从此熄灭，干戈化为玉帛了。但不知是哪一位郡主有此福气？乃是兵部侍郎秦鹏年之女冰姬。丞相，可曾觉得词中有点奇怪？啊？包大人，请言其详。我朝与契丹和亲，向来皆以皇室之女任之，如今选派那寻常官吏之女，包拯甚感奇怪。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此次和亲昔有耶律孟龙指定秦大人之女冰姬，我朝自然乐观其成。如此一来，对那冰姬可曾公平？包大人，你请放心，老夫事前也曾咨询秦大人的意思，秦大人十分赞同和亲，老夫才敢奏明圣上，颁下圣旨。丞相可知，那耶律墨龙曾向冰姬求婚，遭到拒绝之事？哦，那冰姬断然拒绝，耶律墨龙怀恨在心，因而故意指名和亲以成其欲。啊！哎呀，老夫全然不知。这秦大人也未曾提及啊。那秦鹏年一心想做辽国皇亲，有违人臣之道，其女深明大义，不辞其父所为，妇女因而反目。这些事情，包大人何以知悉？那冰姬与圣手书生张宏祖情投意合，以致谈婚论嫁，如今圣旨一下，丞相你就成那棒打鸳鸯之人，此定终身，一属不干。再说军国大事，有时不得牺牲个人的幸福，两国和亲，舍一己而立天下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，铸刀剑为犁杵。丞相，并继博此美名，也可说是千古佳话，有何不妥？丞相有所不知，那耶律孟龙并非单纯为了和亲。包大人如何证明？包拯曾派人监视，那耶律孟龙行踪诡异，与江湖绿林有所勾结，想必别有所图。包大人，你身为开封府尹，只需负责地方事务，岂可擅自监视外国使节？万一惹出事端，如何是好？丞相，包拯虽为地方府尹，但隶属京畿，有任何不轨，理当防备于前。何况包拯看来，那和亲只是烟幕，只怕战争即将来临。哼，和亲乃是对辽政策，再说也蒙圣上亲颁圣旨，谁敢怀疑？丞相，
岂让包拯再输一眼？宋康，还剩三天，再过三天，就是我出嫁之日。姐姐难道不想嫁到契丹当王妃？我和大哥一见钟情，缘定三生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想不到现在，我却要先走一步。先走一步，姐姐你。到了契丹之日，就是我告别人世之时。姐姐，你别想不开呀。只有一死，才能保我清白，才对得起大哥。姐姐，你不用死。收到了圣旨，就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。你不用出塞和亲。为什么？舅舅他，我爹他怎么样了？他，你说话。舅舅他，玲珑，你表姐连日辛苦，别再打扰她了，快去歇着吧。是。我只是来提醒你，还有三天，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预备做王妃。剩三天，还剩三天。吊之日，也就是我上吊之时。波老人已经答应要救冰姬姐姐了，你还不相信他？大人
人是在安慰你的，你懂不懂？圣旨如山，谁能推翻？不，冯大人不会骗人的，他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吗？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嘛。圣上御笔点名，秦红莲欣然同意出塞和亲，为国为民，冠冕堂皇，包大人根本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。只剩三天，只剩三天。我问过厨房，那瓷碗是玲珑所制。他若是知道地道，就知道你我的关系。一个小女孩，不会吧？里通外物，是乃株连九族之大罪。你敢冒这个险？他什么都不懂啊。他若是不懂，就不会打破瓷碗。他乃舍妹之女，舍妹夫妇双亡，如今只留下他一个人。事关灭宋大计，岂可心慈手软？王爷，若是不堵住他的口，一旦到开封府告密，你躲得过包拯虎头铡？王爷，请你留他一个全尸。我只说堵他的口，并未说要杀他。你这个当舅舅的，未免太狠心了吧？原来舅舅早就跟辽国有勾结，来为王爷指定兵机和亲。姐姐真傻，堂堂的王妃不当，却看上一个穷书生。谁？在下耶律梦龙，我来此与秦大人商讨迎娶冰姬之事，不想与小姐巧遇，实在有失唐突，万喜恕罪。王爷言重，子下玲珑。玲珑，玲珑，好美的名字。玉阶生白露，夜酒侵罗袜，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。什么？大内已经退回大人的奏折，圣上在上头批了两句，和亲之意绝不更改。本府要愧对那张雪儿，大人已经尽了力了，不必自责了。眼见兵计落入魔掌，本府身为地方父母官，却无能为力，岂能不愧杀人也？朝中大臣俱都赞成和议，圣上自然采纳众议，和亲之事已然铁案难翻了。
本府答应了张雪儿之事，岂不是言而无信？大人，天命难违呀。展护卫呢？已经七天没有消息了。那鬼王的真面目，尚未查清。请鬼王。来者何人？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包大人音信全无，我看冰姬姐姐是凶多吉少了。生命难违，包大人又不是神仙。可是姐姐一嫁，哥哥就要死啊，我得赶快把这个解下来才行。你以为解了这个，公子就能得救了吗？奉茶。王爷，无力回天，空嗟叹。王爷好像有心事。辽帝降旨，
要我引起兵机。孟龙无力抗拒，心情沉重。王爷大婚之喜，为何反倒沮丧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莫非王爷已有心意之人？孟龙与他可说是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。不知道是哪位女子有此福分。他系中原人，扬州人士，立志天生而红颜薄命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寄居舅舅家中。舅舅有一女名冰姬，掌上明珠，自然百般呵护。可怜小表妹受尽冷落，穿的是冰姬穿过的衣裳，用的乃是冰姬不用之物。寄人篱下的滋味，孤苦伶仃的寄语，朦胧感同身受。玲珑，跟我回去吧。王爷，跟我回大辽，入王府，当王妃，与孟龙共携白首。王爷，玲珑，玲珑，我先告退了。又是这个耶律梦。十大高手皆是武林各大门派的精英，一旦联手出击，威力势不可当。看来他真要置辽帝于死地。耶律梦龙是辽帝的亲侄儿，堂堂王爷若说要行刺宋人还可理解，这行刺辽帝，此人行事匪夷所思。公孙先生有何高见？回大人，辽帝立了两位太子，皆被他自己所杀，现在已经没有子嗣。如此说来，他是辽帝最亲的。对，一旦辽帝驾崩，他便可以继位为皇。原来是阴谋篡位。大人，本府是笑，那冰姬有救王爷，不是告诉过你，挥毫之际，严禁骚扰。包拯来了。包大人造访，莫非有案牵涉本王？不敢，辽强宋弱，宋氏哪敢动王爷一根汗毛？包大人何必讽刺本王？包拯此番前来，只为讲个故事。哦，包大人之故事量必精彩。我朝有南北二侠，不知王爷可曾听闻？北侠欧阳德，南侠展昭，如雷贯耳，可曾会面？孟龙无此荣幸。这故事就发生在展昭身上。日前江湖上出了一位神秘人物，重金纠集武林十大高手秘密训练，
个人皆是头戴鬼面。那展大侠贪玩也混入其中，方才发现那主谋之人训练十大高手，乃是想趁王爷大婚之际刺杀辽帝。那一定是宋氏爱国者所为，展大侠也是如此猜测。不想当他挑落那主谋者的面具，方才发现那主谋者竟是辽帝的亲侄儿耶律梦龙。你是说本王分明是胡言乱语，我为何要杀我叔叔？展大侠也奇怪侄儿为何要杀叔父，幸亏我府中公孙策聪明，方才悟出其中玄机。那辽帝无太子，一旦驾崩，其侄便能继位。大人府上尽是能人啊，这是大辽内部事务，与宋氏无相干。不错，毫不相干，故而包拯想将这故事告诉辽帝。无凭无据，从何告起？这令牌乃是王爷府上专有，辽帝一见便知。令牌也可一试，不足为凭。不错，这令牌不足为凭。那大人还要向叔叔说故事？说，如此精彩故事怎能不献于贵国陛下？无凭无据，只怕叔叔不信。即便是不信，见了这令牌，听了这故事，只怕也要生疑。那辽帝心胸狭窄，生性多疑，连杀两位太子皆是捕风捉影，对待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冷酷，对待侄儿难道会手软不成？利用和亲之计下手，防不胜防；利用宋人行刺，更可嫁祸。真是天衣无缝，王爷智慧，包拯钦佩。叔叔一死，对宋氏也有好处。包大人，何必认真？不错，本府乐观其成。这么说来，包大人此番前来是要谈条件？本府年迈，很想忘记这故事。包大人，要如何才会忘记这个故事？只要王爷忘记兵计。耶律梦龙真的已经通知王丞相取消和亲之意呀？不错。那圣上？王丞相随即进宫面圣，圣上欣然同意。张公子，如今你们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多谢包大人成全。多谢大人，学生甘老徒弟感恩戴德，焚香顶礼，今生无以为报，只盼来生结草衔环。包大人，你看我嫂嫂还没过门就已经管起我哥嘞。雪儿，本府总算没有失信于你吧。包大人，您是让母鸡生蛋呱呱叫哎。雪儿，放肆。雪儿直肠直肚，本府喜欢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谢谢包大人。大喜之日，莫要忘记通知老夫。学生岂敢忘记？只是秦大人记恨学生，而学生又父母双亡，没有长辈主持，且无媒妁证婚，这门亲事恐怕与你有碍。
这有什么嘛？包大人，您就做个大媒人嘛。雪儿，大人是何等身份，岂能降格为媒人？哎，大人包涵。雪儿，本府自掌开封府以来，多少人求过本府，求本府做媒人的，你倒是头一个。我喜欢包大人做媒啊。大人，七日之后便是黄道吉日。好，本府就为你们主持亲事。谢谢包大人。通知王丞相取消和亲之意呀、啊？不错。那圣上，王丞相随即进宫面圣，圣上欣然同意。张公子，如今你们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多谢包大人成全。多谢大人，学生甘老徒弟，感恩戴德，焚香顶礼，今生无以为报，只盼来生。结草衔环。包大人，你看我嫂嫂还没过门，就尽管起我哥嘞。雪儿，本府总算没有失信于你吧。包大人，您是老母鸡生蛋，呱呱叫哎。雪儿，放肆。雪儿直肠直肚，本府喜欢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包大人。大喜之日，莫要忘记通知老夫。学生岂敢忘记？只是秦大人记恨学生，而学生又父母双亡，没有长辈主持，且无媒妁证婚，这门亲事恐怕与你有碍。哦，这有什么嘛？包大人，您就做个大媒人嘛。雪儿，大人是何等身份？岂能降格为媒人？哎，大人包涵。雪儿，本府自掌开封府以来，多少人求过本府，求本府做媒人的，你倒是头一个。我喜欢包大人做媒啊。大人，七日之后便是黄道吉日。好。本府就为你们主持亲事。谢谢包大人。表姐，张宏祖他，大哥他怎么了？他来提亲了。哟，这些也能算是聘礼吗？是给下人的打赏吧。红祖虽然没有万贯家财，可是却有一颗赤诚的心。礼贵诚，不贵多。老爷，我们家女儿怎么能跟着你受苦呢？我家老爷乃是朝中大员，你只不过是区区一介布衣，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如何能匹配呀？冰姬与红烛情投意合，视同生死，求夫人大人成全。婚姻大事急个什么劲儿？等过两年你有了功名再来吧。大人，开封府包大人答应七日之后替我俩主持婚事，求大人成全吧。包大人，老爷您听听，人家把包拯抬出来压你喽。哼，又是包拯。大人，包大人都愿意
出面替我主持，显然他信得过我的人品与操守。包拯信任之人，我们家老爷岂能选为女婿呀？哼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他结党营私，贪赃枉法。不，您说的不是包大人，是庞太师吧？打他！老爷，人家不但吹捧包拯，这会儿还侮辱你的恩师呢。恩师？张公子，我看就把这些个杂物带回去吧。慢着，冰姬，这份聘礼，冰姬收下。哟，真是反了！一个女孩子家居然恬不知耻，私定终身。你的家教到哪儿去了？爹，并非女儿不孝，只因冰姬与张兄已对月谋事，视同生死。冰姬今生今世已是张家的人，求爹爹成全。求大人成全。老爷，这件事情要是传了出去，岂不成为笑柄？自古以来，婚姻大事都是由父母做主，岂有二人苟合之理？你们有脸做出这种事情，我都没脸出去见人了。冰姬，女儿。爹如果不答应你，女儿立刻死在这里。冰姬果真如此，愚兄只有追随了。爹，求您成全女儿的婚事吧。女儿，